好，欢迎收睇 YouTube， 呢个系手机版 Minecraft。我哋今日发现咗一个全新嘅地，嗰度系有一个村庄井入面咧，底咧就掘开个石头，一下咧可以见到一条楼梯落到去呢个地底小城市咧。而家开始，首先开一个新墙，揿右上角呢个 A 乜的 XX 嘢，跟住揿呢一行嘢。SED，然后打呢一个80596736736736736 啱啦，就系咁多，然后跟住揿呢一个仔啦，同埋创造啦，咁简单存嘅，好啦，入去。中间有一个井咁多，等我一阵啊！一打电，中，呢度有一条死人楼梯。呢度就系想去嘅地方，所以就要咁做。狂咁插火把，证明呢度我想去地方。跟住就系自动捞紧，好啦，冇事。哇，加码，请各位唔好惊慌住。搭中一期嘅嘢，就係有少量嘅，有少量剩翻嘅乜 X 眼，有啲類似水房嘅地方，我監之後咧，就繼續下，發現啱啱死人嗰時。我呢个路口死人，已经中翻查过一片啦。到呢入面，哇！忽於啊！哇！好好玩喎！
翻嚟呢一个，哇，揾到啦！睇下啲乜款，好似俾我吸咗，图书馆都明显，或者唔系，我觉得大部分都系，真系。介绍就提咁多，拜拜。